今天我们那个直播稍微 delay 了一点点时间哈，哎，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就按照往常的惯例，然后我们就是哲武都需要自我介绍的，然后我是阿峰，许文峰，然后是哲武的志工这样子。好，那就从你开始吧。好，大家好，我是哲武，文华高中高二的王嘉欣，然后，好，这是我第二次来哲武。第二次哦。对，我上次来是那个游牧电影节。哦，游牧电影节，就是看那个拖，还有那一个。对。然后我对性别议题平常都还蛮有在关注的。好 ，OK， 欢迎，好，下一位。我是文华。啊，对了，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场这边有做直播，所以如果你们有人，就是如果你们不方便，就是入镜的话，就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所以就先表达一下，待会就是在做直播的时候，他就会避开你这样子。好 ，OK， 好，谢谢。请继续，不好意思。文化高中高二的教黄一慈，然后。就是第二次来九五，上次来是就是零零九的那个夏思雅，然后就这样，好，谢谢。OK， 好。我是台中二中高二的姚品慈，然后是第一次来九五，然后是其实平常对性别议题比较有在是稍微有在关注，所以就是来。哎，怎么会知道今天哲武谈这个题目？因为在他脸书看到的。哦，好。第一次来，欢迎。我是台中二中张子彤，然后就是我第一次来，因为平常就是有关注一点社会议题，然后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才想来这边。然后我在脸书上看到的。好，欢迎，好，拜。我是林依蕊，那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聊聊，就是现在婚姻平权的进度，还有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问题。好，欢迎。大家，我叫小雨，然后我是在哲武的专业上面看了这个活动，对，然后我就想来听你们讲一下。好，欢迎。好，大家好，我是杨博涵，是台中二中国民科老师。然后就之前有来过哲武，然后今天是第一次跟性别议题相关的议题，然后过来讲。然后我主要参加这个讲座是要先谢伴侣盟，就是因为虽然大法官第七十八号解释有说，同性婚姻没有合法是违宪的状态，然后可是就我发现目前这个议题的热度就逐渐降低，然后比如说在脸书上转贴一些后续的新闻，就按赞数都跟去年的这个时间差很多，然后就伴侣盟也持续在一些法案的推动或是诉讼的一些进程上面都有一些努力。对，那我们今天就来参加，也是希望说知道后续的一些推动上面的进程这样子。好，欢迎你们来。我是明德高中二年级的周顺杰，然后今天是第一次来哲武，就想更进一步了解有关婚姻平权的议题。好，欢迎麦克风。大家好，我是常慧婷，我是中山医学大学大一的学生，就是平常有在关注就是性别的议题，然后有就是有参加那个今年台中同志大游行的那个志工，然后刚好就看到这个活动，所以就来。好，欢迎。大家好，我是中兴大学中文系大一的学生，我叫蔡志玲。那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来这边，然后平常我也蛮关注就是婚姻平权的问题，然后希望能更深入了解。好，欢迎。今天是要叫大家整出来中。好。我是凤池东海大学学生，然后现在脸书上看到，然后这也是第一次来，我是有兴趣。谢谢，欢迎。大家好，我是小宝，我是心理师，然后确实今天也是来更新进度这样，然后顺便看看心结这样。今天好像没有心结，那所以就看不到。对，下一个心结是那个台中女中那一场，不是这一场，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你继续说。大家好，我是乔红，我在亚大心理学院教，今天第一次来，也是想要知道最新进度。谢谢。好，欢迎。大家好，我是维亚，我也是那个台中同志游行的志工，然后所以才知道这次的活动，那希望就是可以获得很多的资讯。好，欢迎。
大家好，我是李佳飞，然后我是从网络上知道这个消息的，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来，谢谢。哦，大家好，我叫苏玉涵，然后我也是从网络上知道这个消息，所以介绍来参加。所以也是第一次吗？第二次。第二次来泽武，好，欢迎。大家好，我叫蔡子颖，然后我是台中教育大学的资讯系的同学，然后是第一次来在演出上面到泽武，谢谢。好，欢迎。好，我是宋佩德，我是女中二年级的学生，然后今天第一次来，然后我的公聊都会躺在课堂上分享的，所以就想来听。大家好，我是来自女中高三生陈宇，然后对这主题有兴趣，然后弥补我对这方面的资讯不足。谢谢。大家好，我是女。然后就是一直有在持续关注这个议题，所以今天就来了，谢谢。大家好，我是东海大一的童云伟，然后平常有在关注一些性别议题，所以就今天来这边听。大家好，我是静宜大学大一的蔡婷，然后平常有关心一些性别议题，然后希望今天可以多了解，谢谢。大家好，我是施宇晨，我最近刚退伍，然后因为最近一直有在关注这个议题，所以今天来过了，谢谢。大家好，我是已经不是高中生的中兴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然后我是跟另外两个朋友一起来的，然后我是高雄，现在高雄的时候也有就是常常去三余参加周围活动或者是关心一些议题，然后初次来台中读书，就第一次来台中的哲武这样子。好，欢迎欢迎。我是中兴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那今天刚好进入我室友组织，今天在台上上面做一笔的演讲，是因为两千万的资金。好，欢迎。我是嘉义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然后这一半刚好回台中，就来了，然后想要知道台湾在妇婴平权这条路上会持续怎么走，所以今天就来到这里，谢谢。好。大家好，我是许，我目前在湖北农工建筑科任教。我的老朋友介绍我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次来，事实上我不知道今天什么题目。哦，了解，欢迎，欢迎。那个非常意外的是，那个亚大心理系乔宏老师前天刚到我们学校演讲，非常感动的话。我没有在乔老师的演讲上面提问，可是这边非常巧合可以看到乔老师。嗯，对，真的是很巧。大家好，我叫许成明，我是淡江大学大一，今天回来台中，所以来参加第二次的择武。谢谢大家。嗯，欢迎。大家好，我是阿香，然后我是第二次来参加择武，是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按了赞，所以后来看到有喜欢的题目就会过来。好，很好，欢迎。好，大家好，我是惠文高中的公民老师，我叫小梅姐。对，那我来这边也是在关注说，怎么样让婚姻平权议题可以受到更多的关注，以及我们要怎么去抵御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些恶弊感。好，欢迎。大家好，我是林泉，我是刚好在网络上看到就是这个议题，就有兴趣就过来看看。好，欢迎。大家好，我是一休，我就是电影来，欢迎大家电影来听哲学进程。这些新闻大礼拜，恭喜我们国港欢迎你的，多谢谢谢。欢迎你收。大家好，我是佩凯，是设计业，然后第一次来，就是想要关心今天平权的候选。好，欢迎。大家好，我是学宇，这是我第二次来台中哲武，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是工作人员的身份，代讲者来参加演讲，工作人员，然后这次是我以个人身份来参加的。那过去在这个议题上面也跟伴侣盟友，我和过去工作当然跟伴侣盟友过一些合作的经验，这样，所以今天特地来看看老朋友，然后听一下现在这个议题的发展进度，谢谢。好，欢迎。大家好，我第一次来参加台中的哲武，然后我还蛮常参加台北的哲武，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台中跟大家分享婚姻平权的现状。好，来，还有谁没有讲到吗？
哦，好，大家好，我是杰凯，然后我是师大附中的二年级。哦，欢迎。这边有人在跟你招手，前面第一排，前面第一排有很多人跟你招手。OK， 后面还有吗？没有了。就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王吉良，啊，我是一个助学生。助学生了，哦，好哦，水哦，好，不要紧，无免叫。安尼，我叫廖老师，我是这个礼拜五的点名志工。因为这个议题，我这几年本来就真关心嘛。今日真欢迎大家有一挂大家同事也好，我大家共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家属一样，那些翕相来看哇，啊，恁若有迄个压迫感，再来讲一下，吼，了解。啊，恁若无想要去买，再来讲，买再来讲一下，了解，吼。啊，因为今日真济，就今天有很多第一次来我们台中泽舞的，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泽舞这个活动啦。我们泽舞它本身这个算是一个公民论坛，然后它是就由一群志工，然后就非盈利，然后就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非盈利的一个活动。所以呢，就我们其实没有固定的一个经费的一个来源，那我们这边都是免费的，然后我们的讲者其实也都没有拿所谓的那个就演讲费或出席费，但是我们会做一些就交通的一个补贴，如果他们是从外县市来，我们补贴他们交通成本，这是合理的，然后我们也会必须要负担这一边的一个就是场地的费用，所以这个活动如果大家觉得不错，然后想让他继续办下去，他们会需要你们的一些支持。因为我们现在台中泽舞的经费差不多到12月就没了，对，就差不多没了，就明年1月开始就没有经费了。所以那边有一个捐款箱如果大家觉得不错的话就是那个就是50、100不嫌少，对那个1000、2000不嫌多这样，好，那待会要离开之前，对，大家自己就随缘随意啦，好。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活动正式开始前，我再就做一个广告，就是明天下午2点，我们这边有一场哲学费星期五，那我们要来看一部有趣的纪录片，叫《学习的理由》。那这部纪录片是当初那个导演，他在国二的时候，因为他们那个就是宜兰人文中小学。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比较属于非主流的那个适性教育，强调适性教育的一个学校。可是他们在面临国三毕业的时候，又必须衔接回就是主流的传统的一个教育。那时候他们国三又面临机测，然后那时候他是国二生，他开始拿起这个摄影机，然后记录他们的那个国三的那些朋友们。那是一个这部还蛮有趣的一个纪录片，这样子蛮有意思的纪录片。下午2点在这边放映。那欢迎大家有兴趣可以一起来看。那放映完之后，我们会跟那个导演，就是那个杨一凡导演，然后做线上连线的那个语谈 Q&A。那现场我们也找了我们另外一位泽舞的志工，然后陈彦吉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做语谈，这样子，好，做一个短短的一个广告。那我们现在，不好意思，这边 PowerPoint 还没有弄好吗？OK， 就没有剪报，哦，不用剪报是不是？不是，你要回应的我们再试试看。好，那所以是今天是不用剪报，所以是可以开始的。好 ，OK， 真是不好意思，就是那个非专业的一个对公民举办的一个活动，偶尔就是会出这些状况。好，没关系。好，那我们就赶快欢迎今天，我们就赶快把今天的那个就麦克风交给今天的主持人，好，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讲者。欢迎两位，然后伴侣盟的秘书长，还有我们的台中同志大游行的召集人两位来。那就两只麦克风就直接交给两位了。好，谢谢。